志工亲自走访阳光省东华镇稻种培育中心和角丹镇农业部仓库，深入了解每一个筛选稻种的步骤，从人工筛选到使用电动风力，将饱满有重量的稻种筛选出来。每一包给农民的稻种都是经过精挑细选，就连重量丝毫没有差错。袋子上印有慈济的标志和缅甸文山好，心想好意啊，口说好话啊，交就好了啊。当时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因为这个发放的这个袋子呢，也可以让大家看到上人的近视仪。但是这几天我们去做家访或者是说明会呢，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发愿啊，然后一起可以为这些这个世界没有饭吃的人来尽一份力量。阳光省第一镇共有29个村，实际关怀其中产量偏低的13个村庄。五月初即将准备26000包的稻种要与农民们结缘，每一亩田地将获得31.3公斤的稻种，加惠2767位农户。Your name is Yajo. Me, 100 basket. Over. Oh. This name me. Oh, mean 100 over basket. Yeah. 这是亚洲的品种。Yes. 哦，是缅甸最多人农夫最喜欢种的，然后也是可以把它做成米粉。每一包稻种蕴含着全球慈济人的爱心与祝福，期待丰收后的稻米可以减轻农民的生活压力，提高稻米生产量，纾解粮食短缺问题。大爱新闻蓝景飞缅甸采访报道。